我们今天要就是走访的贫困户家就在这第二巷子，他叫就是萨伊木艾赫买提，他是我们村的这个留香瓜的带头人，他身体状况不太好，所以今年是没有种成。哦，他没有种成。对对，他是就是在咱们这里算是最早开始种花。对对，他是15岁就开始自己去摸索这条路。哦，萨伊木哥，哎，你好，听说您老是我们这个最早在咱们村子里种瓜的专业户啊，为什么今年没有种呢？但是别看那什么的，那个农民不是在日子的，我们到来这边是生命力跟别人的没事，一年是我们的妈阿姨的，他一个人种地。现在就是没办法，然后问这个瓜的事情的人也比较多。哦，他去就是尽可能的帮别人，因为自己不条件不允许。是咱们村里的顾问。对对对，成为了一个种瓜顾问。对对。这个老叔叔其实人非常好，他已经无偿的用他的过去的经验和技术，帮助了很多人瓜农去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。现在就是作为村里人，咱们特别是咱们这些贫困户啊。最缺乏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是不认识木梭，一个年纪还没木学，也能突然间嘛。第一个就是水源，因为我们这地处很偏僻，然后盐碱地，对，又没有水，是吧？对。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这旁边就是沙漠了啊，然后有些地就是稍微好一些的那种良种地很少。还有第三点呢，就是他说这个以前销路上面，假如就是把销路解决了，是，他也自己也说希望能再继续。我可能也有一些想法，希望能够做一些产品的推介会，到时候也希望这个老叔叔来帮助我们，一起来推广，一起来做这件事。没那么二字不说。我也希望如此。好好。那郭老师，好，那我们就去下一户。好的，好的。这家叫艾滋滋牧民，也是以种瓜为业。对，他是从父亲那一代开始一直种，但是因为销路等等这些情况，今年是没种成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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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就是艾滋滋牧民。我听说今年没有种，为什么呀？不是这么的，不多不是巴扎，木工巴扎哟，工资多少？工呢是七十块的，每次等木工巴哟的，工呢多少？黑的单偏次的，不是那么的。我觉得他现在没有甩开膀子干。我觉得他是有顾虑的，我觉得如果要是想让这个县能够脱贫致富的话，还是需要有一些大的政策在里头，或者需要一个大的方式让他们去改变。